准备行刑！狐妖，你的本体已经被我封印，你就乖乖伏法吧。任务完成了，我们走吧。小魂，哥哥，不要！ 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可怜。这就是他的命运吧，陆叔。这是你第一次出任务，以后会习惯的。不好，这孩子怨念聚集，要变成厉鬼了。陆叔，快逃！ 厉害，居然依靠本能繁衍，从痛苦之河中苏醒。雕虫小技法，起伏印。不错，用结界封住了空气中水的攻击。不过，再让你们多见识一下水的力量。 他们是用河水和泥土混合出来的恶魔，水傀儡。